好了，可以了，下去吧。朱彦林，上来试试。啊，教官，又是我？不然呢？你想让我点谁？好，就你跟谢良辰打。切，净挑软柿子捏。你说谁软柿子？说你，也不是不可以。良辰，你放心，哥下手不会那么重的。良辰，扮猪吃老虎啊你！没事吧？好了，别躺在地上耍赖了，起来。谢良辰，不错，有进步。谢教官。厉害！你的技术啊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